为了庆祝成立五周年，彰化市一间房地产业者联合关系企业以实际行动回馈支持的老客户，举办圆满成家专案抽奖摸彩活动，现场透过网络直播抽出一台百万的名车。抽百万汽车的活动，伫律师见证甲透过网络直播的方式，顺利抽出幸运的顾客。彰化市一间不动产业者为了要回馈老顾客，在去年1807年举办圆满成家专案，只要是成家顾客拢当参加抽奖的活动。业者表示，彰化县正在进行中长期的交通发展计划，包括台中捷运延伸到彰化岸，代替高架化等等相关建设。所以交通建设，和彰化地区房地产去年几年呈现相对稳定，而且持续成长。为了要感谢去年客户热情的支持跟爱护，所以来举办这场抽奖的活动。我们今天办的是去年我们庆祝我们第五家店开幕，然后我们在107年度与我们这五家店有交易的客户，我们要摸彩送出一台 BMW， 价值大概120万。因为我在去年我们成立第五家店的同时，我们感谢彰化乡亲一路对我们团队的支持与肯定，不断的给我们鼓励，也给我们很多的批评指教，所以我们决定在去年成立第五家店的时候来回馈我们的顾客，特别的举办这个活动。这次抽奖活动也在彰化县中介工会理事长蔡进发和彰化市西安里长赵庆忠的见证之下顺利来抽出，一个人得到一台百万名车。新彰化新闻北平林彰化采访报道。